一切都得比太阳更早起。厨房热气蒸腾，小学厨工和慈济相继制工，擀面、熬煮红枣小米粥。另一头摸黑场布，物资到位，迎接乡亲到来。地方官员也来补位扛大米。两包。都说老人家念旧，这不就当做过来看看老朋友。你看我们在一块儿找的多么开心呢，你瞧我们这老头儿笑的。这点小爱心您就连都珍藏着。都珍藏着，我这他们上我们去了我都给他们拿出来。这是那一年台湾的给的我们的温暖。书没读几年，但老奶奶的人生就是在实践道理，静思语了然于心。小人都是这些没弄清，对，都没读两，没读两，什么时候还能做好啊？我说这是有材料的人写出来的。去年给的静思语还好端端地贴在自家墙上，今年志工给了新祝福。新年祝福，对，开心最重要，好不好？福山造福是吧？走吧。住户回访时，这是王奶奶的迫不及待。这是我们给的被子啊！啊，对了，去年的吗？好几年了，这好几年了，好几年了，头一次来，头一次来，哦，你有盖吗？盖你，我这是山上盖呀。啊，哦，暖和吗？啊，忒暖和，忒。挺好。寒冬送暖，乡亲们也给了志工无可取代的心头暖。带新闻真善美志工王静龙、王云秀河北报道。